小新的这个违停案哦，那么现在北市警跟这个罗东的代课老师是同学，可是第一时间警察是说谎说就不认识的，那这个部分会要求要惩处或调查吗？另外是这个老师也被说是科黑粉专的管理员哦，那现在老师也当网军了吗？这种东西哦，调查清楚再讲，我们不要，也不用捕风捉影了，我觉得这样。我的态度哦，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，就是说调查清楚啊，慢慢别讲别的开心啊，我是不赞成的，所以等调查清楚再讲。网军的部分呢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不是早就讲过吗？用网军跟名嘴治国，迟早会遭到报应的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